好啦，那看到了一众的艺人呢，都给 Stella 呢送上了祝福，包括有我们的知名 DJ 林德荣大哥啦，还有名模 Amber Cha 哥哥 Nick 钟胜忠，还有王雪晶啦Jordan 海外的艺人呢像乖乖啦Cliff 啦 Diana 啦，还有 Agnes Gary 喵喵杰莹啊，易诗跟林宇中都送上了祝福。 除了他们恭喜你之外，我觉得你也应该跟他们说过谢谢，对吧？对，我觉得真的是很惊喜，看到这么多人祝福，我心里面是很感动的，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因为这么多个朋友一直叫我，就是说我们的 Stecsy Line 一定会大卖，我相信呢，真的。 会成你们贵言，是不是这样讲？是，成你贵言，对，成你贵言。我也希望呢，我们 Stecsy Line 可以大卖。当然呢，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加入的话，也来我的。 我们的 stage group， 欢迎你们来加入。对对对，好，我们再一次呢，把我们的这个玉女神，那就是我们 Stecsy 的创办人兼 CEO Stella 钟晓韵呢，再次请到我们的这个荧幕前啦。那除了艺人朋友们之外，其实真的是想多了解你的心情，就是创办新品牌跟以前发专辑。 哪一个比较紧张？其实完全是不同的东西耶。我觉得品牌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其实如果是说发专辑，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是唱歌，然后演戏对我来讲就是好像。 吃一碟菜这样子，没有啦，太习惯了，太习惯了，常做了这一行做了很多很多年，所以对我来说，已经是习惯性了。你叫我上台唱歌还是什么都不是问题，可是当这一次创业的话，我真的会有紧张，因为这个是我是小白啦，刚刚就是 Joey 说他小白，我也是小白，然后我会觉得说，要突然间要创业，然后要变成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尝试另外一个模式的话。 心情是不同。我们还没有谈这个品牌之前呢，我其实有很多东西想要问小玉，因为大家都觉得你的这个体态，你的状态都一直保持着很好，从你开始出道啊到现在，大家都觉得周小玉好像都不会年长的样子哈。其实你对保养这件事情是一直都很坚持的。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还蛮注重保养的，我觉得不是说。 外面保养，我觉得内在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服用一些可以排毒的产品，因为排毒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常常吃一些垃圾食物，对我来说，因为我特别喜欢垃圾的食物，而且我以前越不健康越好吃，真的，而且我很喜欢吃快餐，然后我以前呢常常必定吃宵夜，每一天晚上，你看起来不像吃宵夜的人呢。 现在看得出了，因为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开始慢慢觉得，自己新陈代谢也开始变慢，对，以前老实说是真的怎么吃都不长胖，可是现在就觉得不同，所以我就觉得不应该了，我要开始研发这个产品了，因为我觉得排毒是很重要，而且要让我们身体体内呢形成代谢维持的话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维持你才不会长胖，对，然后你排了毒过后，无论是你的皮肤，然后你的体态都会变得非常好。 那刚刚说到的就是不会长胖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很羡慕小玉，大家会说小玉好像都不会胖，是吗？你是不太会长胖的体质？我以前是真的不太会长胖的体质，可是现在我就觉得开始慢慢有一点点，稍微觉得这个裤子好像有点窄了，没有控制好的话就会有明显，就会啊，因为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嘛，就是我也不年轻了，然后我是觉得真的是。 吃方面也是要很注重，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的排毒，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重要。OK， 所以 Stecsy Line 呢是可以帮助大家排毒的。对 ，Stecsy Line 不只是可以帮助大家排毒，那它是可以让你健康瘦身，而不是那种看起来就是瘦瘦，然后看起来是不健康的，可是它是保持着你的曲线。我觉得健康瘦身还要快乐瘦身。 对，就有一些人呢，他就为了瘦，他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然后生活很多限制，像你说的，你明明就喜欢吃，但是限制自己不吃，那也活得不快乐。真的，所以我有了 Stecsy Line， 我什么都吃，甚至我还是有吃宵夜，虽然是不好的，但是不建议啦，最好是不要吃宵夜。OK， 好，你另外一个喜悦的来源，其实就是因为你创办了这个平台跟品牌，你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所以呢，你才从里面得到这个成就感。所以我想呢，由你自己来亲自给大家介绍。 Stecsy 这个品牌，到底它能够帮助大家什么？其实我们公司主要是要建立个人的价值，打造个人的品牌。
创造核心的团队，那其实我们呢也创造了全新的行销模式，也就叫做引流模式系统，也就是呢零门槛，无需囤货，无需发货，统一的价格。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公司呢是有电子商务管理系统，还有就是资产管理系统，所以我们可以让很多合伙人呢都可以很轻松的跟着一套系统来创业。不用囤货，而且呢公司发货对吧，一律公司帮你包办。是，而且呢当你的价格都统一的时候呢就不会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这个很重要，真的。所以因为我们都是系统化嘛，所以你只需要 click，然后你只需要上我们的官方网站，然后你就买就好了，因为其实价格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在外面有，你不可能是买到更低或者是更高的价钱，是不可能的。引流模式系统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系统啊，怎么样帮助大家可以引流，让更多的这些机会呢都到你的手中。那接着下来呢是会怎么样去带领大家往上升呢？其实公司也有帮助的系统对吧？有，因为其实我们公司有提供专业的培训课程，然后也是有就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有团队管理系统。对，我们就是有专业的培训课程，还有就是有团队管理系统。当然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简单的做市场复制还有传承，那我们也是有品牌顾问啊，就是帮大家一一解答他们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公司呢其实是有就是设定目标还有策略给我们的合伙人。那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整个公司业绩的分红，但是这是一开始的步骤，之后呢就是被动收入，天天拿和每个月都拿。被动收入这个很重要。其实你作为一个女性创业家，你会觉得其实要在这个市场上创造收入，女性会不会其实有更大的优势呢？真的啊，因为我觉得女性一定要经济独立，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经济独立，然后你有了自己创业，你反而是会更加有信心，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因为信心是很重要，我觉得对女性来说是。而且我觉得 Stella 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虽然呢她现在很幸福了哈，但是呢她可以自己做主，我的生活要怎么样过，我要忙什么。对，因为我是希望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来就是打造不一样的人生。而且她的目标很大，她不只是要帮自己，还要帮大家。对，今天是11月1号啊，刚刚呢在我们的直播一开始的时候就问了 Stella 一个问题，为什么选今天难道今天对她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这个时候就要请她来回答了，你埋了一个满足的伏笔。为什么是11月1号？那其实我们公司已经说好了，就是大家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今天是完全不赚钱，我们是想要让第一批的合伙人先赚钱，所以我们才会送出111,000的引流计划奖励给大家。那其实要怎么样得到呢？很简单，你只需要卖5盒 Stecsy Line 的产品，那我们公司就会送出111块的奖金给你们，也就是说你原本的奖金照拿，公司再额外的送给你111块的奖金。我们今天准备了1000份，1000份哦，送完为止。所以呢大家要把握机会，要抓紧时间。是111,000的这个奖励就是要送出去的。对，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我们荧幕上呢有一个表哈，那么不同的合伙人其实本来就会拿到不同的分红对吧。那么分红呢可以是介于100令吉到200多令吉哈。那么每5盒你除了拿到这个奖励之外呢现在呢也额外再送给你111令吉的奖励。对，那么当然我们说的1000份送完为止哈，在这个月内呢大家只要分享或者是把这个产品呢卖出去的话呢，都可以拿到这个额外的奖励。而且我觉得应该会很快就会被抢光光。是，因为这是特别送给大家的。是，而且是11月1号到11月30号哦。我觉得其实做 Stecsy 的合伙人真的很棒，因为不只是拿到分红，拿到奖励，其实还有积分呢。对，有积分的，有那个 point。对，然后这个 point 呢是之后你们除了可以换我们 Stecsy Line 的产品之外，以后也是可以换其他品牌的产品。好了，我们的 Stecsy Line 呢一盒是198令吉的，那么里面呢会有20包，我们也正式的就开放让大家兑换，就是用这个 stack point 呢来兑换产品。那么今天呢正式启动之后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就是 www.stecsy.co 基本上你在我们的脸书那边都很轻易的可以找到这个网址。
始，然后呢可以开始兑换哈。我觉得这个SP 这个模式呢其实是相当棒的，因为呢你只要消费的越多，你能够兑换的产品就越多，对，那么这样呢创造被动收入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快，真的。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模式了哈，包括其实 Stack Point 的我们说的发放呢，也是根据合伙人的资格，不同的资格也有不同的这些SP 的收入。像我们一般的合伙人呢是有一倍的 SP， 那么网上呢就会有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 SP。好，每一盒的这个Stecsy Line 呢都可以得到四倍的这个积分，可以换不同的产品等等哈。那么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很棒的消息呢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开放新加坡的市场咯，马新市场正式这是连在一起了哈。那你只要在新加坡如果是要买 Stecsy Line 或者是我们其他产品之外呢，我们的公司呢也会直接把产品发到新加坡那边去。对对对，因为之前还没有开放给新加坡的时候，就很多很多新加坡的朋友一直在问，我们新加坡有没有可不可以让我们试一下我们的 Stecsy Line 产品？是。那现在呢，我们公司已经开放了，所以这个是大好消息给你们。对对对，而且刚刚有很多人啊在留言呢，就说啊，酸酸甜甜的，好喝好喝，这个味道也很重要。这个味道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这个味道、这个口味，我们真的试了又试，试了又试，试了每一天都在。我还记得之前开会，每一天都在试那个口味。可是到最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口味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可以接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每一个我身边的朋友，我给他们试，甚至我家人都很喜欢这个口味。是，那有些朋友就问了，那怎么样才能够换到 Stecsy Line 呢？其实很简单哈，每一盒消费的这个 Stecsy Line 呢，都可以拿到198积分啊，或者是更多倍的积分。对，那三盒一个疗程，记得 Boxen 刚刚说吗？三盒594令吉一个疗程，会多送你333的这个 Stack Point， 就是你原有的积分再加333。那么你每收集到1980，就是1980积分，都可以换一盒的这个 Stecsy Line 啊，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不断的消费，自己使用也可以，对，可以自己使用，或者是你可以分享跟介绍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同时呢也可以拿到这些奖励啊，包括extra 的 Stack Point 啦，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的111令吉的额外奖励啦，这些都有了哈。反正呢把握机会，在11月期间呢赶快就是用你自己的这个模式去创造更多的收入，你可以得到的回馈就更多。好，我觉得其实到最后呢应该要了解一下公司未来要走向什么方向，已经走到了新加坡，那么接着下来目标会往哪里去？其实我们公司已经陆陆续续开放给更多的国家，因为其实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呢都能够享用 Stecsy Line 天然排毒产品。那随着全球市场的营业趋势呢，我们相信打造品牌是可以把事业和理念呢继续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才会想要创造优越的平台，让更多人呢都能够迈向企业的道路，凝聚大家的力量，一起实现创业的梦想。这个很重要，因为力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大家的力量真的是无限的，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团队们，还有就是我们的伙伴们，还有就是刚刚 VVIP 的伙伴们，大家真的是非常棒。是而且因为这是短短的时间而已，我们是在2020年开始。对，不只是要谢谢所有的在我们说的前线哈，就是在打拼的这些合伙人，还有很多在幕后做研发的啦，做品牌设计的啦，行销的啦。对，非常感谢，我觉得非常感谢他们配合我们，因为大家都辛苦了。其实幕后工作者是最辛苦的。是，好，那在这个疫情，Stella 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呢？可能要提醒大家，这个疫情我真的是要提醒你们少出门，因为每一次出去就看到好像很多人这样。其实如果你被迫一定要出门的话，你记得要做好防疫措施，一定要戴口罩，然后消毒液啊之类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少去人群多的地方。当然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会经常就是点外送，对吧？因为可能不想出门啊，就点外送。那么你可能吃太多外送的产品，你可能在消化上啦，或者是排毒上也会有一点点的担忧。你会想说都是吃外面的，那怎么办呢？那如果你说要经常自己家里煮，也未必有这样的时间。那么借助一些排毒产品吧， Stecsy Line 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里面呢有很多很棒的成分啊，包括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说的这个韩国的竹盐，对，韩国竹盐，还有就是美国 S
Xsearch 它是一个红茶跟绿茶结合的一个配方，对，然后呢有益生菌，有综合维他命等等等等，因为成分有很多很多，成分太多我没有办法背完大家去网站那边去看，我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背完，太多了，但是只要有那主要的几个成分最重要，对对对，而且它是得到肯定跟认证的产品，是，然后我觉得因为刚刚其实我也送了一盒给靖城，是的，对，我也送了一盒给靖城，我希望靖城待会回去试喝了再让我知道那个感觉是怎么样，是，但是呢Stella 刚刚有提醒哈，如果你即将要出门，你就不要马上服用这个产品，因为它帮助你排毒嘛，对吧？那你也知道排毒是要做什么，排毒就是要上厕所，对，排毒就是要排泄嘛，如果你当天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你有工作的话，最好是不要，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就是你睡前的时候喝是最好的， OK， 一天喝一包，一天一包就够了，除非你是很胖很胖啊，其实一天一包就很足够了，所以其实它还蛮经济的耶，因为一盒20包嘛，那么可能我一个月用一盒半，其实 也不会是很贵的价钱，不贵啊，其实我觉得价钱很合理耶，OK， 所以希望大家呢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呢也不要忘了就是把这些健康的东西呢分享给你身边的人知道，因为你不要只是自己一个人健康自己很自私的自己吃其实不好的，因为家人不健康其实我们也会受到影响，对，因为我们是会很担心嘛，就好像我很担心我爸妈身体不健康，对，而且因为我爸妈我妈咪是有便秘的，所以呢我常常就给我妈咪喝，我讲来喝来喝我就泡给他喝，然后他是真的有改善，是家里面的长辈啦小孩啦，反而是长辈特别的不听话，你会觉得吗？是，他们可能觉得哎呀都活了他们是大半辈子，对，他们是会觉得自己来当医生吧，没事没事，每一次都会讲这句话，是是是是，真的是要保养哦各位，而且刚刚我们有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在我们下方留言，就说喜欢百香果口味的应该会很喜欢 Stecsy Line， 对， 对， 对，是这样子讲，对对，因为我们是有四种水果的成分，就是有百香果，有 Kiwi， 还有就是Passion fruit， 还有就是一个是 guava， 这四种水果的成分加起来的一个口味，是，只要呢一小包泡大概100ml 的清水，然后泡一泡呢睡前喝一喝，那如果有反应的话呢恭喜你啊，你可以去进行排毒了哈平均一天可能其实你只要一包其实就够了，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更高的需求量，当然也可以其实服用更多，那是没有问题的，对，只要大家呢都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呢去看待任何的机会跟产品就可以了，好，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就是 Stecsy， 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是 Stecsy_Stecsy， 那官方网站呢就是 Stecsy.co， 那基本上呢这些所有的联络方法啦还有我们的平台在我们的社交媒体Facebook 呢都能够找得到，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到 Stella Space 啊，到小玉的脸书，你自己也会常分享这些资讯，对，我常常都在分享，然后我因为我一直都在服用着嘛，然后我一定是最了解我自己本身的产品，所以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发问，我都会一一的回复，当然是我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我就会一一的回复，我觉得有一个可靠的创办人跟 CEO， 大家其实对公司跟对产品的那个信心就会更高了，所以你要承诺继续带领大家走下去，对，我一定给大家承诺， OK， 来欢迎大家加入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边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哈，提醒各位记得要stay at home， 没有事的话呢就不要出门，好好照顾自己，那如果你发现身体有什么不是很对劲的地方呢，就马上去采取一些所谓的保健的措施，不要等到真的是很严重的时候呢就太迟了，对，才来解决，当然我们也觉得大家你平时没事也应该要保健，想要好像小雨一样美好体态的话呢，我想你应该要好好的试试看 Stecsy Line 了哈，好了，那最后呢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小玉，就跟大家讲晚安哦，然后没有啦，就是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然后呢要记得排毒产品呢是你吃了一定会有效果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担心我吃了我会一直上厕所啊，会不会上洗手间，其实我老实说我第一次吃我的产品我是真的
上六次洗手间，但是之后呢，你每一天在服用的过程中呢，你就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因为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肠胃是非常非常多的毒素，是你把毒素堆积在里面，你无法排出来。那你第一次吃接触到排毒产品是正常的，有上才好吧？有上才好，对对。可是有些人会担心有上。就是会担心一直上一直上泻肚子那种，可是我们不是泻肚子的那种，是正常上洗手间的那种。好，那么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尝试过了这个 Stecsy Line 之后呢，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好，今天晚上呢，如果你有按赞，你有 share， 你有 tag 三位朋友，然后呢，你有 hashtag Stecsy Line 啊，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抽奖的话呢，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后呢，就陆陆续续会有工作人员联络那些得奖的朋友。今天呢，我们送出的是价值20000多令吉的产品，就是有111份的 Stecsy Line 送给大家。那如果你不管你有没有拿到了哈，我都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跟尝试一下这个产品。那么我今天回家呢也来试试看。对，你一定要试哦。对，然后我再看小玉看我今天拉几次。这个是重点。是是是是。好，大家当然也可以就是 inbox 我们的脸书，对，告诉我们你服用之后的一些效果。效果反应怎么样，然后你喜不喜欢那个口味，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嘛，之后呢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进步。凡事都有第一次。OK。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哈，正式给大家推介，而我们的 Stecsy Line 呢也正式上市啦，恭喜 Stella 朱小玉。谢谢。那我在这里呢要恭喜所有呢 得到我们的 Stecsy Line 的朋友产品的朋友。是是是。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得到啦，因为待会儿后面幕后工作者会再抽奖，所以呢是先恭喜恭喜你们哦。好，恭喜所有的得奖人。那今天呢我们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晚安，谢谢大家，谢谢 Stella。晚安，谢谢金城。谢谢，拜拜。拜拜。